講另一個，有一個網友講幾個網友問我，佢話：喂，而家突然間係咪世界上多咗好多疫症呢？其實唔係噶，咁譬如咧非洲瘧疾啦、伊波拉啦，又或者甚至霍亂咧，喺非洲或者部分啲貧窮地區仍然出現嘅。喺印度或者喺斯蘭誒印度啊，喺呢個孟加拉咧，有可能有啲皮膚病啊。咁好多其實啲傳染病或者一啲咧疫情咧，其實就冇傳嚟香港，冇世界性嘅啫。咁咧，譬如黃熱病啦，即係話咧發嗰陣發燒咧，係個膽個肝咧會受影響嘅。咁所以咧，佢個眼睛啊，好多地方咧會變黃嘅。咁呢個黃熱病，咁亦都喺非洲同南美洲咧係好盛行嘅。咁冇傳到嚟香港嘅。咁嗱，最近傳嚟香港嘅咧，就未有猴痘啊。不過咧，呢個咧就係咧世衛咧公布咗猴痘咧係成為一個咧國際要關注嘅傳染病。誒，暫時猴痘咧未傳嚟香港，不過新加坡咧係已經有本土感染噶啦。咁跟住咧又出現咗咧，琴日公布啦，就係國內即係咧北京嘅呢個咧就係病毒嘅一個咧就係實驗室化驗室，同埋咧就係新加坡國立大學咧嘅團隊一齊研究，就發現喺山東同埋咧就係呢個咧就係河北咁有一個叫做咧狼牙嘅呢個咧就係病毒。嗱，狼牙病毒個狼牙點嚟嘅咧？咁原來山東咧嘅臨近市啊，嗰度附近咧。就以前咧，古代咧叫狼牙嘅，咁所以咧就係狼牙，咁咧就係有山東嘅意思，咁即係話咧依個病咧就喺山東度揾到嘅，咁可能首例咧就喺山東嘅狼牙，所以叫狼牙。咁咧就好啦，咁咧就係除咗依個狼牙病毒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非洲嘅瘧疾。嗱，非洲瘧疾咧見到大家咧就報紙好少報導，咁大家好似咧收到個命令要冚低佢咁。嗱，依個就係講緊咧就係中國大陸嘅一啲咧外輸出嘅勞工，咁去到非洲扎比亞工作。咁咧，大約400人咧就需要翻國內，咁佢哋全部取到香港。咁喺頭200人翻咗嚟經咗香港翻大陸咧，有一部分已經離開咗，部分仍然喺香港啦。咁佢哋咧200人裏邊咧，有58個案例咧係揾到非洲瘧疾嘅一個疟原蟲嘅一個咧攻擊。咁咧而當中咧有2人已經喺香港死亡噶啦，咁另外4人危殆。咁另外仲有兩組人啊，即係 total 200人咧。另外嚟緊嘅，咁即係 total 會有400個依一啲嘅民工咧嚟香港，咁佢嚟到香港咧就會進行藥疾嘅測試啦。咁最初傳出咧香港係冇藥疾藥物嘅，或者唔夠藥疾藥物需要咧同中國借或者買。咁而家咧正規講嘅醫衞室呢個咧醫管局就講啦，咁藥疾嘅藥咧已經夠。但係無論非洲瘧疾啦，或者無論狼牙病毒啦，或者無論猴痘咧，大家所知嘅嘢咧其實唔係太多。嗱，而家既然咧依個對香港係有風險嘅。咁咧，雖然係外來輸入個案，未係本土感染啦。咁啊，狼牙病毒更加未嚟到啦，更加仍然喺山東同河北啦。咁咧，或者咧猴痘病毒咧，好似好近，因為泰國同埋呢個咧，泰國、韓國同埋咧呢個係新加坡咧已經有案例嘅，台灣都有噶啦。咁但係仍然未嚟到香港。咁嗱，依一啲其實咧，香港政府係咪需要？盧寵茂係咪需要咧同大家解釋幾句咧？嗱，琴日有一個聯合嘅記者會，咁雖然啊本來講新冠疫情嘅，咁但係都係講緊疫情嘅一部分。包括咗咧就係非洲瘧疾啦，包括咗狼牙啦，包括咗咧就係呢個猴痘。嗱，會唔會其實琴日應該咧係盧寵茂係同大家解釋一下，或者同大家點樣講到大家可以釋疑？咁其實應該咁做。嗱，當然香港政府就驚，如果越多討論咧，只會越嚟越偏離，越嚟越引起恐慌，或者越嚟越咧令到人覺得香港政府做嘢唔夠。可以因為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咁啦，所以報章你而家見到咧，無論猴痘啦，無論狼牙病毒啦，同埋無腦咧呢個非洲嘅一個瘧疾咧。見到報章同埋咧，甚至乎佢哋電子版咧，都好似比較壓低咗報導。嗱，但係咧，我又有人問啦：，喂，你唔驚國安法？你唔驚咩話啦？唔驚喎，因為你睇翻文匯報咧，其實佢好詳細咁講咗非洲瘧疾。嗱，當然佢冇講到咧個瘧疾喺嚟自非洲依一班人啊，究竟係咩人種？佢冇講到啊。咁啊，張君就話咧，啲人名譯音咧係中國人嚟嘅。咁即係話咧，好大機會咧就係嗰班農民、嗰班外勞輸出去嘅外勞，咁咧就係中國輸出去讚比亞工作嘅外勞。咁當佢翻到去自己祖國嘅時候咧，經香港嘅時候咧，就被確定確診。咁啊，依一個可能因為依個原因係同中國嘅勞務公司有關啦。咁所以咧，香港啲報章或者媒體咧就唔夠膽報導。嗱，依個咧就值得去研究。嗱，依一個本身依三個病毒，香港政府應該或者先生個疾病啦，有啲唔係病毒嚟噶。嗱，譬如咧就係呢個咧就係非洲瘧疾咧，原來唔係病毒嚟噶，係瘧原蟲咧。係經過咧吸血，即係話咧啲蚊啊，一隻蚊咧吸你血嘅時候咧，係將個藥原蟲輸入到你身體，而
而個藥螢蟲咧就會大幅喺你身體繁殖，好短時間就會大幅繁殖噶啦，而跟住影響到你身體系統，同埋咧影響到你甚至有機會死亡。啊，嚴重嚟講咧，一日之內就死亡噶啦。咁咧亦都有香港嘅醫生講咧，係從來未見過咁多嘅蟲喺身體裏邊，因為佢咧喺每一寸地方咧，佢都生滿蟲。咁嗱，依一個咧聽落恐怖噶，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住啦。咁咧就係、譬如一啲人間，我哋民間智慧啦，盡量著長袖衫啦，少啲暴露喺一啲咧黃昏暴露喺郊外啦，或者野外啦，或者一啲咧草叢邊啦，因為黃昏咧或者朝頭早嘅五點零鐘，同埋咧就係、呢個咧夜晚嘅五點零六點黃昏時候咧，蚊係最惡嘅，佢係嗰段時間咧最需要吸血食嘢嘅。咁咧嗰段時間咧蚊咧最活躍最多出嚟吸血嘅。咁咧嗰段時間會唔會少啲出現咧？唔好喺荒山野嶺咧，穿多啲長袖衫，減少咧俾蚊咧針嘅機會。咁你個作為香港人咧，都應該咧自己咧檢討，即係自己咧係管理一下自己嘅一個生活。咁咧，如果你見到無論你公司好，你朋友好，或者你生活範圍好咧，見到有積水嘅話咧，都要提一提去移除咗積水。積水有機會，尤其是暴露户外咧，好大機會咧係令到蚊咧喺嗰度繁殖嘅。咁蚊咧，你知缺血經水嘅媒體咧係生活嘅。如果就一倒咗佢咧，冇咗積水嘅話咧，蚊可以繁殖嘅機會細好多。咁相對嚟講，我哋俾蚊針到機會都細好多。咁所以香港政府咧，就算啊盧寵茂唔去解釋咩叫猴痘，或者有啲咩感染風險，乜嘢咧叫狼牙病毒，有冇傳入或者感染風險，有冇人傳人嘅機會，又或者乜嘢咧叫做非洲藥疾，咁咧蚊係傳播嘅。咁咧除咗係點樣可以斷定呢個症狀之外咧，係咪應該同時推動下滅蚊運動咧？嗱，一段落雨咧，周圍都積水嘅。咁如果我哋唔理嘅話咧，唔去主動咧去移除積水嘅話咧，好多機會就多蚊。如果多蚊一個唔覺意咧，我哋又有啲非洲人咧咁啱俾同一隻蚊針到咧，咁有機會就將個藥疾咧就是、本土化傳出嚟香港啦。咁所以咧，大家作為公民，咁有個責任就係唔好有積水喺户外。咁亦都咧見到嘅話咧，都要主動咧去將個積水去除。